大家早晨，我是陈少伟。星期三咧，朝早同大家睇下天气。咁我哋而家咧，广东沿岸地区咧都系吹住啲大嘅东风啊。咁我哋而家受强烈嘅东北季候风影响，天气比较凉啊。今朝大部分地区嘅低温咧都系介乎喺17至到18度。咁可以講到南區嘅鶴咀望出去咧，今朝啊都係咧比較多雲啦，同埋咧係灰蒙蒙一片啦。其實除咗香港之外咧，喺衛星雲圖咧都見到喺我哋廣東沿岸地區啦，同埋南海北部咧都咧係咧有啲雲係冚住我哋噶。咁所以我哋預計今日咧會係啊大致多雲，咁不過咧日間會短暫時間有陽光，咁早晚咧會係有一兩陣微雨，最高嘅氣温會上升至22度啊！咁係今晚咧能見度比較低，吹和緩至到清勁嘅偏東風，而初時咧離岸會係間中吹強風。咁大家咧如果喺户外工作啦，或者係去玩都要留意喎。咁咧比較大風啊，咁海面亦都係比較大浪噶。咁我哋咧要提下大家啦，聽日咧會咧明顯咧温度係下降啊，咁而咧去到星期五啊，天氣咧更加係變得寒冷。咁原因咧就係啊，一度咧係季候風嘅補充咧，會喺聽日咧係由我哋北邊咧係南下抵達沿岸地區，咁將呢啲咧藍色咧比較凍嘅空氣咧，會係帶到去我哋香港以至係沿岸地區喎。咁所以聽日留意會係明顯咧個氣温下降。咁同埋咧就會有幾陣雨添㗎，咁去到星期五咧，咁到時咧就會咧係天氣咧係比較乾燥，咁亦都咧朝早咧天氣寒冷，要去到下周初咧個氣温咧先至慢慢回升。今節嘅天氣咧就講到呢度先啦，再見。